探索法兰克福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。亲爱的小红薯们，今天我要带大家探索德国的魅力之都法兰克福。这座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、丰富的旅游景点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，让我们一起来发现法兰克福的迷人之处吧。历史韵味，罗马广场是法兰克福的心脏地带，周围环绕着古老的建筑和历史遗迹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悠久的历史气息。法兰克福大教堂是城市的地标之一，其壮丽的哥特式建筑令人叹为观止。旧市政厅提供了一个了解城市历史和政治的绝佳场所。旅游景点，美因河是法兰克福的生命之河，你可以乘船游览，欣赏两岸的美景。欧洲央行总部是现代建筑的杰作，其独特的设计吸引了众多游客。棕榈树公园是城市中的绿洲，提供了休闲和放松的好去处。风土人情，在当地的啤酒花园品尝正宗的德国啤酒，感受德国人的热情好客。参加传统的圣诞市场，品尝美食，购买手工艺品，融入当地的节日氛围，体验法兰克福的夜生活，在酒吧和俱乐部中尽情享受音乐和舞蹈。小红薯们，法兰克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，无论你是对历史感兴趣，还是喜欢旅游景点和风土人情，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快来法兰克福，开启一段难忘的旅程吧。